给他猜的是 IP 小镇的小胡子的甜梦系列，就是一个小胡子大叔，然后穿着睡衣，然后穿梭在梦境之中的一些故事。这个盲盒的封面我还挺喜欢的，就是很有插图风的感觉。然后小胡子大叔这个形象比较潮玩，我感觉男生也会蛮喜欢的。设计师是个小女生呢，我本来以为这个设计师是个男生，没想到他是个小姑娘啊，真的有点颠覆我的想象啊。我们来看一下整套盲盒的这种款式设计。首先呢，封面款是一个穿睡衣的样子，很好看。这个睡衣是那种蓝色的、淡蓝色的、粉蓝色的，然后上面有星星和月亮。然后这个是款式图了，然后隐藏的话我查了一下，是一个彩色的，特别彩，我喜欢彩色的。然后呢，这些形象就是他穿梭在不同的梦境里边的一些形象，有宇航员啊，有这个二次元像个漫画一样，哎，这个很高级，我觉得。然后冰火小恶龙，什么夏日男孩啊，啊，迫不及待了，那我们开始拆吧。啊，想抽到隐藏哎，就我喜欢这个盒子的配色，看一下第一个会是谁？哦，夏日男孩就被晒黑了。就是在炎热的夏天，这个起码要40度，感觉啊，夏威夷的海滩上被晒黑的大叔，呵呵，小胡子啊，这个真的好黑啊，这个已经是非洲人的废球啊，我的天。然后整个的材质的话是偏重的，就是很重的那种感觉。然后他穿着夏日的夹脚拖，然后他这个小鸡，他这个上面有只小鸡啊，这个游泳圈上面，周冬雨你怎么又出现了？然后他吹着泡泡，小胡子吹着泡泡。然后特色就是他小胡子像圣诞老人一样，可爱的，就是感觉就是不是那种男生玩的那种潮玩，是女孩子可以玩的那种萌萌的小大叔的形象，小胡子就很有那种插图感，就很有插画的那种感觉。我刚刚去查了那个美女设计师的资料，她果然是一位插画师，我就感觉她的配色运用方面就是往插画的那方面走，然后她整体的这套盲盒的配色都是比较鲜亮的。大家有很多都会问我，就是你觉得这套盲盒好吗？我觉得盲盒有很多方面就是可以判断它好不好，形象啊，有没有让大家记住啊，还有配色方面。好，我们继续吧，这个飞球让它站到后面去。我虽然不是专家级别的，但是我也算是拆盒无数的小能手了，我觉得这套的话应该不错，就是我目前拆下来的感觉啊，我觉得感觉不错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继续看一下接下来是谁呢？啊，粉红甜甜兔，就是在甜甜圈的世界里，就是非常粉嫩的一款，就是有种反差萌，因为小胡子是那种大叔的形象嘛，就非常反差萌啊。就其实我这一类型的玩具是非常少的，你们可以看，就我一般性都会找那种就特别可爱特别萌的那种，像这种反差萌的盲盒我很少，所以这套我很喜欢。哎，后面还有个翅膀，哎，是天使吗？它是兔子，它有个兔耳朵，然后它嘴上还衔了一根什么那个拐棍糖，然后身上背着一个甜甜圈，整体有点像小鸡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后面还有尾巴，可爱的。哎，不好意思掉下去，颜色也是比较有特色的。目前为止我觉得我拆的还是很满意的。那我们接下来看到我特别喜欢那个二次元 boy 的那个，我觉得很高级。哦，宇航员，就总观会有一个宇航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在自己的梦想海洋里，总观就小时候会做这种梦，可能科幻片看多了。哇，这个很像科学家的感觉，就有种科学家老爷爷登月球的感觉，没毛病。啊，缺了一个氧气瓶，缺了个氧气瓶，提个小意见。然后是头罩，头罩做的也是比较清晰的，上面也没有划痕。然后穿着这个宇航服衣服，那我们继续拆吧。这套盲盒呢是小胡子盲盒，是六个基础款加一个隐藏，如果抽中隐藏的话就替代一个基础款啊。我喜欢的封面，我觉得封面真的很好看。哦，封面是带点磨砂感觉的，就是它们都是亮的，看到吗？就有点对比的，它是会有点亮亮的，但是封面不是亮的。后面它也有大翅膀，哎，那为什么他没有大翅膀吗？是他不配吗？为什么夏日没有呢？甜梦小胡子哦，睡前还要刷牙哦，宝宝们要保护你们的牙齿，等到你们20岁的时候，你们就不会觉得蛀牙很可怕，因为你们从小就开始保护了。哎，为什么我开始说这种事情了呢？啊，看到他刷牙了。啊，喜欢他这个小帽子，还有他这个像浴袍一样的睡衣，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点。哎，这个睡衣不错，还有这小鞋子，这鞋子挺保暖的，看上去这个配色很好看，很温柔啊，很温柔，让人家觉得很恬静。我们继续拆，我看一下我接下来拆到的是谁呢？哦，冰火小恶龙，非常童话风的一个感觉的。哦，它也是亮面的哟，整个就是那种冰
新的形态，冰雪小恶龙，冰雪小恶龙，哇，奶凶奶凶的耶，这个我感觉一点都不可怕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努力要做出很凶的感觉，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可怕。好，那我们继续。这个颜色是那种像青花瓷一样的，就那种深蓝浅蓝的那种过渡一样的感觉，比较干净，颜色运用的比较干净，跟这个甜甜圈的话会有种 CP 感，如果它颜色再淡一点点的话就特别 CP 感了。哇，这两个很有 CP 感，这两个很有 CP 感，因为都是浅色系的嘛。要这两个有 CP 感，因为它是热的，它是冰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一定要组 CP 呢？中了创的毒了。好，我们继续，看来是没有隐藏了，不过也没有关系，最后一个我也特别喜欢，就是我一开始一直在 Q 的这个二次元 boy， 我觉得超好看，这个真的配色特别的高级，就你们看它就放在这群当中啊，它就像一个没上色的，就特别的高级的感觉，拍照片一流了，就是只要它出现我觉得其他的都没有颜色了，哇，是不是宝宝们？我觉得这种画风的真的很好看，然后它整个的衣服都是那种漫画线条的，哦，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个感觉，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的高级啊，已经高级说了两次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，就是这种形容感啊，就是我觉得就很不一样的那种感觉，我就觉得很好看，超好看。哎，后面还有 IP 小站和这个金韵互动传媒的标志，哇，它这个皮带是有凹凸的，是有凸的，你们看。哇，没毛病，你是我最喜欢的。好，宝宝们，这套给大家拆完了。如果要。